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李老师要跟你玩一个手指谣的游戏。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剪刀石头布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玩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一块石头，我是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两把剪刀，轻轻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一块布，抓住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块石头一块布，我是章鱼不是兔。这个手指谣很简单，对吧？好，现在呢，请你们伸出手跟我做一做。我们先做一把剪刀，剪刀，然后把你的手握拳头，这个是石头，石头，然后把手打开，这个是布，布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小白兔怎样做。小兔，看看，一把剪刀一块石头，我是小白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看章鱼怎样做。章鱼就是你们说的 octopus， 它的 Mandarin 叫章鱼。章鱼，章鱼怎样做呢？一块石头一块布，我是章鱼不是兔。好吧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遍，小朋友们看清楚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一块石头，我是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两把剪刀，轻轻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把剪刀一块布，抓住小白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块石头一块布，我是章鱼不是兔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手指谣，名字叫做剪刀石头布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游戏呢，可以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一下，好吗？好吧，我们今天的活动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